来者何人呢？汉皇后裔刘备，字玄德。孟德兄好健忘啊！啊，原来是玄德贤弟啊！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健忘的人吗？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，是谁把你扶进了十八路诸侯？你被吕布追杀的无路可逃的时候，又是谁将你收留？ 常言道，知恩必报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背反朝廷，祸乱天下。曹操，你建魏称王，篡汉自立，求君事后，屠戮忠良，每一个大汉子民，都恨不得食乳肉，寝乳皮。我今日奉天子写诏，杀你报国。 又一个食肉寝皮的旧没点新词儿吗？啊，玄德，我身后有40万大军，你若不降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曹孟德，今日之战，我朝思暮想。 判了18年，明年今天，我会到你的坟前祭拜。你真敢与我交战？你以为我在虚张声势吗？众将听令，锄奸剿贼，杀！